这幅画完成了，我就拿纸粘的，放在这个上面了，拿那个美文纸粘的啊，因为没有出挂，我就放在这儿了。今天呢，昨天我把那个，布啊又给刷了一块布，还是原来那个布，再画一遍吧，再点意思，因为那幅画，有很多很多画的不理想的地方啊，重新画今天。准备工作做完了，劳力做饭，吃饭一会儿。又炒菜了，老李。啊，炒菜什么？炒啥菜？炒芹菜。芹菜、花菜。哇塞！做那吃米饭是吧？嗯。啊。那老李真勤快，这是红薯也烤一下吧，把红薯烤一下。啊，那烤一下。我拿上去了。哎，哈哈，炒好了一个菜，芹菜炒肉。花菜炒花菜。炒花菜。没上葱吧？看老李啊，看老李炒什么菜呢？老李炒的干煸花菜，干煸脆一点，千万别放水啊！别放水啊！兑点酱油，今天放点水啊！我们的菜里面剩的，把这花菜给拌好了吧？我做的大骨饭，这骨饭是长粒香，看看来吃啊！哎，这是我们长粒香米啊！米饭，炒好那个花菜，老李炒菜是不错啊，挺好。大家好，早上起来，就我们吃米饭，老李就炒了两个菜，昨天我们晚上是吃的是，盒子，其实我也录视频了，最后为什么没放啊？我就觉得，吃那个饭吃的太狼吞虎咽了，那我想了想就没有发那个视频，今天吃米饭啊，吃完米饭还是抓紧时间赶紧画画。现在老李啊，挺辛苦的。来，你看我在办那个喜宴呢，芹菜叶子，又想参肉了是吧？你要不要那个棍儿？这小子剪的还不好吃，不爱吃米。芹菜不能做炒芹菜馅，不能可以，咸了。咸，因为芹菜本身就含盐，我就抓了一点。这是盐，你放酱油就不能放。芹菜一咸就难吃，是吗？
现在不能放盐。对。白天倾听花开的声音，夜晚看见满天的星斗，陪伴的是你深情的告白，我的答案就是享受。那行，那怎么样？长长的路，叶子最好吃了。慢慢的走，身上的伤，轻轻的让。这种感觉，恰似细水长流，默默滋润以后的以后。长长的路，慢慢的走，彼此的心。感受爱情路上，何方佛之蜗牛，月月年年都那么温柔。但今天你就放个香油啊，没放。好了，我们去画画去。白天倾听花开的声音，走吧。